好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又真又活的真神。在今天我们所有的联谊的活动的闭会里头，我们有始有终，我们恭请我们王德成王牧师来带领大家做闭会的一下这个祝祷。好，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诚心献上感谢，感谢你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活动，我们确信你住在我们的当中，带领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整个活动都能够顺利平安。我们献上感谢，主要恳求你特别恩待祝福所有各校的校长以及学校的校务，让我们所有各校的松大事工都在的恩典跟你带领之中，很顺利很平安的推展，能够造就更多的人在你面前更深的委身献上自己。主要我们献上感谢，我们把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你。主要这个时候我们的整个活动就到此结束，来把以下的时间也要继续交托在你手中。主要求你亲自带领祝福，特别是各校的回程的路途，主要求你带领，求你保守，让我们所有的各校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。我们将求谢虽然不配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再一次谢谢大家，让我们能够很顺利很平安的完成这一次的活动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我相信大家所有的摆上在神的面前绝对不是突然的，愿上帝加倍祝福你们，谢谢。